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柯皮，这是我们这次的公益车，2010年 Home Plus， 我觉得是小车里面算空间算还蛮大的。我先看床屁股，你这个倒下去啊，是这样。广告是这样，茶几就上去了，应该有看到吗？注意看喽，这样拨，打开，这样设。后面的空间就变大，通常椅子会上来嘛，这样的话就是空间没有，瞬间多了这个底下的空间。屁股这边有稍微用点，稍微裂了一点点。哦，我看无诶，哦，我都对了，我这样都蛮宽。它这个是布椅的哦，薄啊，用阿姨诶，拢无薄，门板。好、哦，椅子，当然是比较脏啊，要处理一下。看，突然看我以为保险套诶，它不是。啊，这样，这里有一点，哦、这边猫掉了，对。前面保杆也有一点点，就是比较移动一点点。海鲜多吃点一点点，这里也有。对，这里对啊。欸、跑14万1000，好有双安，来吧，正式问过了。嗯，两块肉油，剩油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很大。你先洗不到回啊？对啊，是新的啊。哦，我包口啊。哦，这些水箱嘛新的啊。嗯。哎，怎么会掉啊？没有，顶起来看不到的。这不会应该是塑胶的、啊，之后也会掉。这蛮循环吧？它换水箱没清啊，因为它油管在上面，有没有？这个变速箱冷却的油管接到水箱，它刚好拆掉就会漏到这。油顶壳那个油是？这个有没有？要洗干净的才有办法。上面有流泻还是没有错啊，可是它中间也有，这里也有啊，所以有可能是看是不是前驱走油封，所以要先洗干净，有没有？不然这个。这样子一整片应该不会到那么湿啊，所以这个清一清，到时候车试一下，刹车皮都还够，轮胎也都还够，年份也够，深度也够，避震器也没漏油。好，后面避震器蛮厚哎，前面 Q 不会让电梯比较平和啊，这个比较不会啊，汽油管比较不会，水管比较会，就只有前面鸟盖用一用，它漏油清一清，试一下车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你要。踩一个，让它高速，它会有一个这个声音。热了以后就比较小了，但冷车那声音很明显。就这样吗？对吧？开起来没什么感觉、啊。开起来没什么感觉，对吧？这个都原版件，全部的车的电池都在。开起来是还蛮好开的、啊，这小车就是，尤其是在这种它起来就是那么。停车也方便啊，这个车又比如说举例像隔壁这个亚瑞斯，坐起来的空间应该没有差很多，主要是后车厢它更大，这个更大一点，这个算小车里面的算空间最大的。不是启动马达的声音。它是从这边出来的、嗯，所以应该是里面的轴承坏掉或是什么的，不知道，要拆开我才知道。飞车它缩进去，嗯，不，它如果有的时候会卡住，会这样一直转，也会有这个声音，但是它不是。它、啊、这个转就有声音，因为变速箱在动嘛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有齿轮了没有？这个启动马达在打的，它应该是这样说啦，那个就是变速箱里面的应该是培林的，就像我们轮子的培林，坏的是轴承就有声音啊啊啊啊啊，有没有？好吧，拆开修。这边可能没办法，因为拆下来可能就这边就没有位置了。我们再找一个会修的，到安排一下去用个变速箱，看多少钱。公益车 Co-Plus 2010年的变速箱确定坏掉了，所以先是来拆变速箱的。啊，因为如果要照旧修，有点不太合成本了，就直接换一颗沙漏的变速箱上去。啊，现在轮子拆下来，传动轴拆下来，应该也是有稍微的漏掉。等到时候这个外盖拆掉，要拆下来看，再看它有没有漏。
变速箱下。哦，变速箱下来啦。开箱，耶、yeah ，很脏哦，真的很脏，滤棉、红铁屑，要换这个滤网，整个变成让它拆下来。所以那个声音是那个滤网的问题，有可能，现在这个轴承都没有声音，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它滤网堵塞之后有没有到里面那个马子、感觉现在有点像是电磁阀的声音，那应该有可能机会比较大，应该是滤网。时间久了，它堵塞之后，油压变不够油。变速箱的油可能它不常换吧。正常来讲，你差不多两万至四万公里都一定要换一次吧。滤网才比较不会容易塞住吧。这边刚说过，我怕注意，这个亮面，这个也是上个月咱传动轴插出去。再就是说，你嘛，即嘛嘛是讲讲你内底因为你油油压的问题，对，内底继电器在锈都锈的，是应该啊。所以不建议直接用原来的，就对。因为你也被叫机条都有一处理，就像一般来讲的话，钢带或是里面的那个马体的一些离裂，也是都要换。那个挂件不要练，修挂五年。有一点声音，所以还是建议换掉整颗，再去做更换，这样比较好。功率还算蛮干净，但后面脏脏了。漏油顺便处理一下，现在把鸟盖跟皮带盘的饰盖把它拆下来，看有没有漏油。鸟盖就是烤起来清一清。换垫片，皮带下来了。好像有油渍，有没有？因为鸟盖那边旁边这边都那个都是油，有可能从这边就漏下来。它这边有一个那个 O-ring， 这边也 O-O-A， 对吧、啊？这个盖子也有，因为那盖子里面它有一个 O-ring， 那个 O-ring 硬掉也有可能，可能会漏油。鸟盖漏油是一定的，那现在还要再看，就是会不会从这里里面有个 O-ring， 它也是会漏油，所以等一下还是这里也要再拆开。这是硬的耶，这是硬的。因为它机油可能没有正常耐换啊，橡胶类很容易硬掉。对，它整个都黑的。它只有打胶而已。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现在这边都拆开了，气门室垫片也有漏，但没有那么严重。它主要是这里也有漏油，然后主要是前面这个前凸轮油封这边漏的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它下面全部这一块都是油，然后它也会漏到下面去，这一块平台就好了。
也都是有，但是呢下面这边是干的，所以判断呢就是这一块漏的比较严重一点，到时候这个油封也要换掉。刚好心塞超脏，然后都又漏油漏进去，好新的。他原来没打胶的耶，没有。清理残胶。把上面的之前打的胶刮掉，正常皮带都八至十万公里换一次，今天 CoPlus 来我们配合的维修厂这边换了变速箱啊，就是换下来的，很久没有换。变速箱新的装上去，不是新的，是砂锅肉。现在要等着换机油，弄一弄，测试一下，洗一洗，应该就可以交给我们了。那我们到时候就去试个车，看看还有什么问题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，发艺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Albic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 Yeah 公益车，那我们后来去修理，好把变速箱直接把它换掉。这次没有去巨哥吗？对，这次没有，因为换变速箱巨哥那边时间会太久，影响到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次是在外面处理好了。我再试一下，黑色的，黑色唯一的坏处就是冷气要吹久一点，
我记得这台本来底盘就没有什么声音啊，之前有一个最大的声音就是变速箱啊，有一个很高频率叫咦咦，可是也不会坏啦，因为泰山开了一个礼拜也没坏，是没掉漆啦，可是我们还是决定把它换掉，怕它万一真的挂了，真的挂了。变速箱比较贵啊，两三万块，我们就把它画一画，就弄一弄。现在开起来就哇塞啊，内装再弄一下，本来那边一堆杂物，或者把它清理清理，把它移好一点，还是有一些。我觉得是里面内饰的声音，对，内饰版的是有了，稍微有点声音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小车嘞，这个就蛮适合新手代步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算小车里面的空间算大的，底盘 OK 没声音，冷气会凉啊，里程数14万多，其实也还好。我假设一年开一万，你开个5年也是不到20万。哇，这听起来就很正常，引擎，嗯，哇，好大力一点啊，那时候会有个。高频的咔，在那边好像是磨到的感觉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换好了就没有了，很简单的配备，电动后视镜，没有电折，可以电动调整而已。耶，我们的公益车处理好了，美容也做好了。这次的外表是，其实它算蛮新的了，外表洗完就很干净了。这次我们在处理的话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变速箱。好，变速箱这次有直接，好，影片应该看得到，我们把它换掉。我刚刚有跟那个修理厂有问了一下，好，如果是台巴，一般来讲是大概是3个月的保固了。我跟他拗一下，我说啊，这个我们要做公益车，好，你不要给我3个月就坏掉了，买回去怎么办？他听到公益车，他对我们是1年2万公里的保固，他自己再多加给我们的，算是赞助一下了，就是让我们开这台车，万一有问题还是可以回去找他处理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很简单，变速箱拆开，像后举轴油封都会顺便换的，好，如果没有漏油，机看到就顺便换，为什么？一次的功。拆开了顺便换了，好啊，火星塞啊，要避盖垫片都换了，好啊，机油啊，变速箱油一定都要换掉，你之前跑多少不知道，换上去就知道换掉了，好啊，冷气也很冷，啊，空气清那个都帮好，其实回去应该没有问题的，好啊，外表就是之前有讲了，稍微有点小战损嘛，好啊，这个是手动的，手动的好处就是不会坏。啊，坏的也比较便宜啊，这个是可以反折，这样都可以。内装我们也清洗了，它小车来讲，它这个空间算可以了，还不错。它这个设计啊，上次也有讲，我再讲一次，如果你要放下去载东西比较多的话，就是这样，它就可以往下就变深了啊，这一个可以拿下来，这样空间更大，灵活运用的一个东西。下面三脚架、备胎都有，这个没有电动尾门，这个就是手动的。其实这个都算不错了，正常使用啦。啊，毕竟它也算新啦，10年大概现在都14年的车，你回去陆续保养，其实可以开更久。好，你不保养它还是会坏掉哦。刚好人家他本来要来估车，价钱不是很好，那干脆就直接送给我们啊，不急啊，后来我归去啊。哎，我遇到好几个，上次青鸟也是这样啊。啊，格子看起来都有，那连前挡都有贴，看起来是这一台最严重是这个啦。不晓得怎么撞的，有点冒掉。轮胎我记得蛮新的，我看一下，20年的50周，等于是将近21的，轮胎深度都是 OK 的。到时候喜欢的话可以下标啊。泰山认证2个礼拜 ，No problem。这台是我们2010年的 Cobra 的溢油版的，它的灯也不一样，灯是熏黑的，椅子的怎么讲？哎，说我们的算腰靠吧，这边有点偏外，它可能开车可能都一直。朝这边是没有破掉，可是里面海绵有点跑掉了。啊，这个是哎、欸，你看溢油的版的，啊，后灯也不一样，灯是透明的，就是比较好看一点的。好啊，哇 ，Cobra 啊，溢油版，其他的都差不多。好，如果需要汇款的，再跟我们说，啊，泰山再会去审核一下，确定 OK， 我们就一样会把它再汇款给大家。你说捐款的？捐款啊，对，需要汇款的单位，近的哈，我们就会亲自去看看啦。如果太远了，高雄那些有可能就没办法去了，太远了。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 ，Albic， 全球领先的铝镁合金复合材料车轮制造商。泰山。要不要吃汉堡？什么口味的？新台币的口味。这个我可能吃不起。这次是邮局，我们来捐钱。这次捐了40几万。通常我们都汇完再讲，因为这次就是金额比较大。我们这次也有之前我们有现况车，我知道现况的，我们都会做公益啊。现况车捐多少？一个7100加6300，等于是1万多了。对，1万多块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益车。上个月97001块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酷稿，对，表那个酷稿，哎，好，
去抽号码牌，然后我们先捐。对，耶、yeah, ，好了，这三张是公益车，好，新车主、原车主跟我们。对啊，这个是那个酷卡啊，这两张是现况车出去，我们一样都有做公益。好，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，我可以做更多的影片，让它持续下去。你持续一直关注我们，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。希望就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对啊，耶、yeah.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，拜拜。